哎，土库在那个小木屋。哎，这没电机。他去海边了。抓先知，哎，我跟一手啊，这边没电机可给我修了。他这些先知的话，这第二只鸟都要出来了。这个红蝶，头皮发麻。肯定先知的鸟吸了两只了，肯定两只了。然后这边结石。就是把板子用到了极致。哎，又被干一板，干一板。只要有板子，这红蝶就必吃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不是在刷分哦？真的假的？不修了！哇，一个板子600，他分都满了吧？哇，好意思不？200。交了，哎呦，金针好，好强啊！这个兄弟，200，中一下200，美的不行，再来。来200，我看他再撞一下，还近一点。开个玩笑啊！哎，这个红蝶有想法。哎，你飞快！没给着。Yeah.
太阳。小事小事。一个魔方150，哎，还有，真，我操，他真的。150，卖了卖了卖了，再用一下走。前锋修二楼，好真实。帮忙吧，医生被抓了，小木屋或者是人民废墟，别跑。还往前爬，我日你哥。别爬了，求你了！再爬我就把你卖了。起来了啊！哎，一旦起来了还追我，二。直接找队友。哇，其实好卡呀。
哎，难受。他不是在用手机流量玩的？那个洞呢？怎么在这里？他追不追我？突然打你脏了。OK，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姿势现在又不卡了，当我没说，看能看他在干嘛，我的妈！小丑，英国厂一个。怎么都没人用蜘蛛啊？这蜘蛛。哎呦！看到我头上那个字没？菜！没交，有闪现的话，结石已经死了。哎呦，金身有点难受，那就不能去撞，只能修。
不能撞他。碰到张狂没一刀，然后带着技能是金身。张狂是正常的。天窍。回去帮忙修完就够了。一般前锋修完这台电机，然后他金身带着金身的话，这把游戏应该是崩了，没法赢了。鸟都还没叫啊！跟这么一点球骗个金身，我不亏啊，稳赚。真慢，开心，开心，这回来接是在修。拉锯喽！你跟他一脸拉锯的样子。一会儿还要撞他一。压好了就点嘛，压好了。金身骗出来，又叫了！你看他叫金身，贼怕。先知那边门开了，把他带着去。结束死了。带飞石吧，要么带墓地，应该是带墓地了。应该杰克了。见鬼了！杰克的刀最迷人。
放一个板子踩一个，板子全都用了。三连了吧？守三连了，这家伙！哎呦，我急了！快快，赶紧把这个三连破了，破了他就守不住了。吸他，吸吸吸他鸟！厉害呀！上喽！哇，你这点的真好。没开啊！欢迎加速天下第一，
我应该再开一会儿。哎，他出去了，可以。